你知道疯狂动物城只要排30分钟，热力追踪只要排25分钟吗？新开的疯狂动物城成了必打卡的地方，看着手中的指示，入口要排120分钟，热力追踪居然要排队90分钟，果断放弃。我们先玩了其他的设施，孩子们在笑声的空气中蔓延。到晚上8点，我们到排队的地方，终于没有相较于白天那么多人。亲测入口排队只要30分钟，进去后开始疯狂拍拍拍。有警察局 CT 后，小动物的店，9点15分排的热力追踪，我们只排了25分钟。警局里有朱迪尼克的办公室、牛局长的办公室，还有 JL， 细节真是太满满了，排队也不无聊。然后接受任务，上警车吗？热力追踪玩的过程中，速度不快，但扭力十足。术前找到下奇羊，真是太嗨了，我们都觉得排队很值得。迪士尼的魔法无处不在。这么有趣的乐园，码住这个时间攻略，冲吧！